我觉得比较，我的是比较简单。我刚女朋友在写卡片，我说你在干嘛？她说写卡片，写给谁？爸爸的生日。我说好，我要写个卡片好了。哦，你是看女朋友在写的时候，你顺便这样子写个卡片，再请他们吃饭。OK。那师妹还有碰过什么事情？我的状况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这是最近遇到的，然后最近就好不容易，哎呦，终于跟男朋友吵个架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吵，因为我基本上算是眼睛照才放蛮亮的人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最近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其实有在考虑要生小孩，就是我们想要规划，可能先计划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生个宝宝或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呢，我由于上礼拜演出的时候不小心把腿摔伤了，然后摔伤之后，那我就比较自己不方便，因为走路就已经不方便了，然后还要自己开车去看医生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那摔伤当天他有马上来赶快带我，然后就是接我下班，然后赶快送我去看医生，隔天呢送我上班。但是我就跟他讲说，那医生说隔天要换药，所以我就跟他 booking 说，那你是不是也要再来接我下班，然后送我去换药这样子。就他就突然说，哇，那今天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，我其实今天还安排了什么什么什么。哇，我听到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哎。真的，我说就觉得我又不是天天摔伤，然后对，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当然先以你为重啊。真的，你看是不是就是应该这样。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，哇，我超难过的。我就觉得说，我们枉费我们还在讨论说要生小孩的事情，现在光是我自己出问题了，然后你都不会全心全意或是完全的把心思放在照顾我的上面，那以后真的小孩出来了，对，所以你现在是担心说他现在连你都不照顾，以后如果有家人有问题，小孩有问题，他也不会照顾，不会负责任就对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就觉得，我觉得这就是责任感的问题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准备好了，所以我跟你讨论想生小孩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男生这样听起来会觉得这个男人没有责任感吗？因为他的女朋友都已经脚受伤了，需要他照顾，他却不愿意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没有责任感的，请举圈；不会的，请举叉。他当天是原本那个日子，他就已经有安排他的事情了吗？原本他是有事情的吗？他原本应该是有，应该有安排。没有没有，他原本有安排一个事情在早上，但是因为要送我去上班，所以他就没有去处理，那等于他已经推掉一个事情，然后他觉得说下午又要再去接我。但是问题是你去上班的时候，他还是很多时间可以处理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啊。而且他是意外受伤的，又不是安排好受伤的。对啊，这种突发的，我觉得那这样真的是女生这样很难过。你是没办法走了。他为什么觉得这样子没差呢？这意思说他逃避要背他去医院这件事。你为什么举叉？你为什么觉得这样子没有？但我觉得实际上，像他说，已经推掉一个，为了你推掉一个。那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啦，当然还是要照顾，但是有时候你会男生会让你觉得说自己觉得是说让你训练你独立。因为有时候我的女朋友如果说生病或什么的话，哎，跑掉，听完你解释，我真的。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说，他们比如说病痛很多，我希望他们能够，就算我不在，你自己也可以去处理，你自己也可以去看医生，你自己也可以去了解。当然病痛无所谓，但是他是因为脚断掉，脚受变，他行动不方便呢。哦，没办法开车，无法自己行走。挑一个好的那个行走支架。好脆哦，你们两个一样。杜丽为什么突然间？我听完Paul讲的，他讲的有一点太夸张了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算是你的问题，因为你自己他已经安排好他自己的 schedule， 对不对？他所有的行程，那你为什么没有先问他？哎，你明天有事吗？啊，你明天啊，这是。哎，这是互相对，但是你没有那这个受伤会不会先问我？哎，你明天有事吗？没有事，那我让你受伤喽。你要至少你可以让他安排好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吧。我觉得其实如果是笑伤害的就没关系，因为好像还有胶，还有手，对，好像如果不是那个流血就没关系，不舒服你就可以叫那个计程车去医院，对，就没有什么关系，这不算是不负责任。那法比欧，你觉得东方人对老人比法国人对老人好？但是我觉得你们台湾人对家人比法国人对家人比较好，比较负责任。是吗？可是你像你爸、你妈妈生日，或者是你女朋友的妈妈生日，你就会送玫瑰花带他们去吃饭。东方人比较不会这样哎。可是我知道对老人，我们比较自私，比较如果自私啊。自私，对，如果爷爷奶奶
身体不好，我们会让他们住在养老院，对，在这边。可是你们让他们住在你们的家里照顾他们，我觉得你们的想法真的比较好。其他国外的国家是不是老人家老了之后都住养老院？基本上都是，而且他们不觉得说老了是孩子的责任，他们自己也会想说不要拖累孩子，时间到他们还会叫他去签去说帮我选一下哪一间比较好，他们自己就会去住。是伊拉克也是吗？不会，在伊拉克不能这样子的。不能这样。对，如果爸爸老的话，我爸爸老的话，我们可能跟我哥哥还有我弟弟，我们要就是看看，要分时间。那爷爷跟奶奶呢？也是啊，也是。现在我阿嬷。现在都是我爸爸在照顾，有时候我叔叔在照顾，东方啊，轮流到个别的家，是不是回教的国家才这样子？没有，其实我家也是这样啊，我不会这样子，我不会，不可能让我爸妈住那一种地方啊。我已经打算好，我就是在那边买房子，然后我就是住那边给他们。可是老人社区其实从欧美国家来的耶，就是有一个专门的，其实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在那边自己开心，对啊，麻将之类的，都是好朋友。美国的影集很多都这样在演啊，对啊，金女郎啊，对，那边打桥牌。来，凯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啊，可是因为。像有些人我们那些地方其实很专业，有护士跟医生都在，所以如果就是老人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其实如果住在你家的话，你可能是来不及去帮助他们或者什 么。可是你们会多久去看一次？当然会常常去，如果是同样的城市或者什么的，可是我住在台湾，我要飞去那边的话其实也很不方便啦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是另外一半花钱如流水，一直不停的买球鞋，不懂得喝。想聊对不对？是不是想聊？想你自己想想对不对？一般是不懂得如何收支平衡，也是一种没有责任感是吧？没错，爱买乱买球鞋不行。如果是花自己的钱，那也就算了。但是花到对方了就是不负责任。没有没有，可是小钟哥有没有问一下？如果是要成立一个家庭，就不可以说你花自己的钱也算是花钱，不行哦。对，当然就是我说过量的话，对，一定范围内了。过量这样讲讲法就对了，对，因为我曾经有个男朋友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也是在计划要结婚，然后要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生活之类的。那他的收入呢？因为就比较当然。我是觉得说了，他其实可以 cover 好自己之外，我也希望他可以有一点存款的习惯，因为毕竟虽然我不是什么都需要男生一起负担或什么的，可是毕竟要组织一个家庭，我觉得还是要有共同的组织，然后共同的金钱的概念或什么的。可是他比如说一个月的薪水，然后他不会去分配，他就一定要把他就是所谓的月光族就对了。比如说他喜欢一阵子喜欢，比如说喜欢潜水，哇，就会把钱就全部砸进去，然后喜欢脚踏车，就钱又全部砸脚踏车，然后比如说买了车10,000到30,000都不等，然后一次买一台还不够，要再买一台，然后买了要开始改，就我就不懂，就是然后钱，然后怎么讲，就是没有量入为出的观念，我觉得这样真的让我看不到。你所谓你想负责任，女生都会怕这样的状况吧？对，都会啊，会。而且其实我觉得男生真的对金钱没有概念，是因为我老公很爱讲“钱再赚就有了”，我真的非常不喜欢这句话，因为。可能我是属于那种从小就是会从小钱开始存，因为我常跟他讲说，你如果没有存下10,000块，你就不会有100,000；你没有100,000，你就不会有100,000。可他都跟我讲说，没关系，我们花得起，我们钱再赚就有了。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，因为人生是有很多意外的。可是他当下就花那些钱的时候，你有享受到那些东西吗？应该是说，就是像我老公，应该我也讲过蛮多，他蛮喜欢3C产品。那前阵就上10月的时候，我生日，其实当然我也很感动，因为他就送了我那个 iPhone 6 Plus 的手机嘛。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很感动，我说那你会不会想要用心手机？因为他是那么喜欢3C产品的人，所以我当下就在想说啊，可能好像过一两个月，我的那个。可以续约，我去帮他办一支让他用新的手机。我跟你讲，才隔2个礼拜，他自己已经拿新手机，受不了，忍不住了。对他就是换得很快，所以我手上的手机大部分都是，当然就是他对我的爱，然后买给我的礼物帮我换的。可是我的手机都没有用超过2年就换新的了，因为他就是会一直更新，一直更新，然后更新的速度超快。我曾经在不到一年内就收到 iPad 2跟 New iPad。哇，那很好啊，很开心啊。不是，没有没有，小钟哥，那个以结了婚的家庭来讲，他不是一件好事。如果今天是女朋友，你可能会觉得很高兴。可是今天是老婆的角色的时候，其实你会觉得说，如果这个一台 iPad 的那个钱省下来，我们还可以再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旅行。问题不是出在这里，他送你基本上
是他自己想用，所以你才不爽，是不是？是。不是不想维持身材，而是时间都给了你。谁说男人对身材不负责任？还不是因为你们。今天要什么礼物了？要我们赚钱养你们，然后滴滴答答所有的家务事全部都要做，哪有时间健身啊？你会发现，只有单身的男生身材会比较好。我们的六块肌去哪里了？全部都葬送在你们的家务事。